侯爷，有何吩咐？窗户破了，找人来修修。这哪扇窗户破了，侯爷？我说窗户破了，侯爷没破呀。 破了，你说我什么时候能绣得像夫人一样？这个你就别想了，<笑>这么难的吗？<笑>就放床上吧。侯爷，这是半月盘的窗户破了。 需要休息一下，这几天我就在这边住。破了？怎么破的？是窗户怎么破的？是小人不小心弄破的，破得厉害，三两天估计修不好，得10天半月的。好了，你去吧。
我也没睡着。这是你在看的水晶珠。啊，日常消遣罢了。我就是看看里面记载的渔歌民谣、神话故事，想着日后有机会定要。定要什么？定要看看这世间的风光。刚好和我有相似的想法。不吵你了，睡吧。